敖晨，这是你的故乡啊，那最大的故乡。那边呢？台南是我梦中永远可爱的故乡。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就是去黄昏的故乡。现在啊，没想到讲，现在变成沉沦的故乡。哦，曾几何时变成这个样子？那我们先讲林非凡好了。许信良点名要他当阁揆，你知道？他说他当阁揆啊，青年的票才会回来。但是我觉得他今天以一个副秘书长，可以讲那么多话吗？他真的是年少气盛，讲了有效果，也未尝不好，可以。但是呢，衍生出来的并发症，你能收拾吗？我的感觉是，现在台南的黑道一定是有，因为而且不止一股，恐怕两股，恐怕比两股还多。你现在大家都紧绷，所以现在你有种，你出来说，他就出来说，不是我，但是另有其人，要不然你下来看看。所以他也这样讲，他也这样讲，他所以这样综合结论就是台南充满黑道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台南就是一直都是民进党执政。就是绿油油的地方，就是摆个西瓜也会当选的地方，这个就是证明说没有政党轮替的话，你再厉害、再优雅、再典雅、再古典的地方，都会变成很烂的地方，毫无疑问的嘛。那现在问题是，光电案、煤渣案、炼铁的那个铁渣案，这个都是利润很高的，这个没有黑道，没有人敢做，然后呢，你看。现在就是 我最近正在做一篇，我将来我是自诩啊，我是上富下穷大法师，因为我现在的初步做出来的结果，比陈明通指导的论文还优质。那我将来要去拜托一个学生，照我这个继续去做出来的论文，硕士论文，甚至可以拿博士论文的。我的假说是这样，越穷的地方。无党籍的议员越多，台我们就讲，不要混在一起，就讲六都好了。你讲六都都有一个相关哦，那六都里头台南最穷，那台南的无党籍议员最多。那现在台南的无党籍的介入有什么猫腻？我不敢讲，因为我的将来的学生要进去研究的。但是台南现在为非作歹的事情越多，所以我要趁这个机会讲，我们有一个杂志。每年定期给几颗星、几颗星、几颗星，对不对？请这个贵杂志哈，趁这个机会自我检讨一下，看你过去给这些星星啊，跟现在最近这个的结果，最近这些是不是有一次，你这个杂志是不是也要检讨一下？为什么你的结果这么离谱？当然了，不是，也许不是你的过错，就是说因为台南人很绿，所以对他们的首长、对他们的民代。恐怕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，所以看在他们的眼中，这拢是我的金孙嘛，拢足够资源、足够嘢，较够差、较够烂、较够老塞拢冇紧哦。所以杂志来问我的意见，我都说好啊，好啊，这个好，就赞，通通好，通通好。啊，结果算下来就是五颗星啊，是不是有这个毛病？有可能哦，跟我一样，有可能哦，好嘛。所以这个这次谢龙介就是太，也是说他运气不够好。因为其实是快要爆发了，但是还这个时间上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故意不爆发的啦，故意嘛，留中不发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是说司法正式的爆发了，但是民情总懂得比你我们在这种天龙国的多嘛，所以隐隐约大家都有相传啊，什么几百万啊，比如说你造，人家造九百哦，或者造千亿，这种百亿啊，那种百亿以上啊，所以真的。台南，你好好干！我真的后悔当年的洪启章要我下去选台南市长。你为什么没去？当然没有。你现在就我志在国家，我怎么会一个去当一个小小的市长呢 ？All politics local， 你到了台南，你就是台南王。现在我们到台南要瞻仰你，这样真的。我现在如果还做台南王，我就没有，我就太差劲了。洪启章要我做台南市长，我如果听话，现在总统了，恐怕都已经卸任。我有一个蛮好奇的事。台湾治安史上一次打88枪的，除了台南以外，各位想想，没有打，没有，好像没有。11月10号发生到现在，43天，没有破案。我记得敲到一个20000交保，后来被他骂搞6万。苏贞昌曾经对高雄跟台南警察，就是
发生了一个凶案，像刘伯良立刻被拿下来，方养宁88枪没有被立刻拿下来，让我去想，到底方养宁是没有能力破案，还是上面有人交代不可以破案？这两个不一样哦。我认识方养宁，我从当议员我就知道这，哎，很优秀的。你是中正一还中正二分？中正一。这个从刑事出身的，要他去破案不是个大，因为你打的对象如果死了，你要死无对证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死，88枪治安史上从来没死，哎，没有看到苏贞昌生气，也没有把这个人换掉，而且不止这个、哦，他们警方先发布了一个通缉，那个什么安姑还是谁啊？通缉，反正通缉一个家伙，说格杀勿论，大胆用枪。就那个人赶快说，不是我们对我大胆用枪。那个人就说睡一个觉，还好睡觉睡到晚上，还好都下午跑出来，然后就被格杀勿论。后来检察官发表另外一个人说，这个人才是。你们在搞什么鬼啊？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